这我怎么办啊？我啊，我咋办呢？救命啊！我要死了！我不行了，兄弟们，我不行了！有小心，来一把王八。王八打着狗熊可不好打呀。哎，来呀，大笨熊！哎，我拱你，拱，拱！那狗熊那个 E 技能是百分比掉血，不好整。哎。哎，为什么狗熊放 Q 我被我嘲讽 Q 没了呀？哎，来呀！我要杀你了，小老弟！好杀不得。有点费劲呢，不好杀呀。不是，嘲讽不应该是打断，你知道吧？比如说鳄鱼手上有 W， 那么把他嘲讽了，他的 W 就会打到我的身上，这是嘲讽，不是说别的东西啊。嘲讽是让他攻击我，怎么能是打断敌人的 Q 呢？狗熊的 Q 算普通攻击？你别让我嘲讽到你，小狗熊。这也不好杀呀，杀着了，这顿帮我推线儿啊。我的炮车呀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你瞅你那眼儿给你插的吧。打个爆破应该能吃到一层塔皮，然后我们回家出个反甲就无敌。好，反甲加皮鞋吧。好抓普，最近我看的东哥新说唱了。哎呦，昨天晚上看的，那就真纯的，那就是说唱啊。有个人还跑去唱歌去了，你说。我看见药水哥了，药水哥。来呀，打不打呀？就13个刀，一个刀不补啊！狗熊，熊，熊。狗熊行啊，我不上了。你感觉你打得过我吗？他打着打着他就会发现打不过了，为啥呢？因为他是爆发伤害，我们是持续虚区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剑圣。哦，剑圣，我拱，玩剑圣不拜王吧，还玩呢，回家了。哎，你看他的 Q 不会被打断的，我嘲讽他，他就是晕我。越打血越多，看着。
你到底补不补刀啊？我可开大了啊！他闪现跑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别这样啊！别这样啊！我不行啊！我不行，太疼了啊！这双 buff 我肯定得要的，兄弟。不能说你跑那就行。等个余震吧，等个余震看看能不能杀。这也不掉血呀。哎，扎他一下，漂亮！别让他走了啊！别让他走了，这走不了了。咋不给我来一口呢？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医学奇迹。就是越打血越多。太拼呐，这都不值钱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上高地了，兄弟们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先把一血塔拿了啊，好，回家。哎，我现在要直接先出个科技枪，是不是也行？科技枪配反甲得多少钱？3400，900，3400加900等于多少钱？4000，6000，4300。打对了。那我们打个4300吧。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和你，哎，对不起，哎，对不起，完了，给我下当了。哎呀，我靠，剑圣怎么来了呢？不行，没到时候呢，等我把这小反甲做了的，上了最后带一波，我们上高地。看看有没有蓝哦，打个蓝 buff 也行啊。注意啊，这个王八的 E 呢是加攻击速度的，按一跟 W 呢就可以把这个攻击速度给它重置。好，我们无敌了，拿下，走了走了走了。日女有反甲，只要别打日女就行。已经挺长时间没收兵了，先把这兵收一收。收完咱们再上啊。动力冲刺。欧了。
没关系，他们没有兵线。这小兵把我卡住了，位置不行。哎，这个位置可以啊，这个位置可以。这个位置也不太行啊，这兵线这不出去了吗？好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，差不多，欧了。好像不太行，他们家 AP 虚区有点高，但是这波我们也不亏。看来这个马尔扎哈打人还是有点痛的，得走一走啊。马尔扎哈打我有点疼，这都不能说有点疼了，相当疼了。几打几呀？这是。拜拜，我走了。别挡道！呀，剑圣！几个人啊？不就俩人吗？俩人想干啥呢？俩人，俩人想干什么？我就想问一下子，两个人，两个人想干什么？拍我的龟是不是？我们不打日女，日女有减伤，那不行，那你太削钢了，我得把你击毙了。哎呀，这不行啊！这小黄毛为啥无敌了？小黄毛啊啊！因为啥呢？阿黄，这剑圣怎么回事啊？剑圣，哎呀，能回血不？别！点人！操了，居然有点人！可恶的狗熊！得来个小日炎。哎，黄土也行，但王八推线有点慢，稍微不出日炎的话。我这剑圣是无敌了吗？这挺烦人的，这剑圣怎么还能无敌呢？剑圣，嗯，好吧，比如。哪有虚区啊你们呢？啊，你们哪有虚区？你就说吧，虚区呢？我拱死你！狗熊怎么还800呢？往哪走？扯犊子呢吗？这不，等我啊，兄弟们！
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剑魔可以打，剑魔别害怕啊，剑魔。没事，那咱俩就杀这日女儿，你说是不是？先杀剑圣吧，剑。那你就砍吧啊！别喽，马尔扎哈呢？我把马尔扎哈给杀了。队友呢？队友呢？队友呢？回血，蓝脸汉回血，蓝脸汉回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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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燃了！啊！马尔扎哈打我疼啊！马尔扎哈，一会儿把马尔扎哈给杀了，情况不太妙啊！队友有点拉，跟他们团一波，嗯，把大龙打一波，应该就能拿下了。这马尔扎哈可挺烦人呢，15级了啊！别入！还行，这乌鸦没抢我，没抢我东西。我这怎么刚在上路杀完，下路就死了呢？跟我来！小日女儿还挺嚣张，我们俩就互相刮痧。先把剑圣杀了啊！别人咱就不管了，这剑圣这是必须得死的。先把剑圣杀了，那看啥呢？那看啥呢？小黄毛，打吧打吧，来来来来，致命点燃。我这没凯旋，我操！我玩的就很闹心。小黄毛，往哪走？小黄毛，哎呀，水银！我的天哪！包女吹波扣了，包女可以啊，包女。这怎么还带个没完了呢？这马尔扎哈，嗯。减速点，你给我刮痧吧你！我们很需要这个红 buff 啊，急需红 buff。来呀，来，我们团，我已经无敌了，我来救你了，兄弟，我来救你了，往回走。样的剑圣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！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！先杀小黄毛或者马尔扎哈啊！马尔扎哈，马尔扎哈！杀马尔扎哈！剑魔来了，杀马尔扎哈！哎，漂亮！来来来来来，找到小黄毛！我就从这边走吧，你们杀日女儿，我杀大狗熊，往那爬。熊连王我都跑不过，还熊，熊样吧熊。我有红，你有吗？我有冰拳，你有吗？我有减速，我就磨死你。
他打大龙来。就你叫剑圣啊？啊，就你叫剑圣啊？我打死他！漂亮，给我追，兄弟们！哎呀，没事，我跑得很快。这有小虫子。先杀的狗熊也行啊，狗熊狗熊，先杀的熊，哎，先杀的熊，有前排给你们顶着，没事。这乌鸦放着技能，我老想给他躲，怎么整？他老往我身上放，没血了，兄弟，没蓝了。哎，这边这边包女，这边让人干了，快快快快，看一眼包女。嗯，搁这儿呢，搁这儿呢。把这狂徒换了，换个死亡之舞。我都忘了有这件装备了。减速他，我给你们九把 K 了，可以。愤怒合击回血呀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哇，这血回的啊，呀，死的惨了，兄弟。这我怎么办啊？我啊，我咋办呢？救命啊，我要死了，我不行了，兄弟们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啊，哎呀，有一个队友都行啊，没有队友啊。来个剑圣，刚才就收割了。兄弟，等我一波，我马上到。我来了，这你还不死啊，兄弟？我给你点燃了。先杀马尔扎哈，哎，双 buff 了，剑圣应该是出水银鞋了，那不行就杀日女，像多幼似的，你有多幼，你跟我说一说。他多幼似的，要你往我这边走，哎，对了，我操，我一下回血回了666，哎，他咋有大呢？他刚才大不放了吗？哎呀，这个马尔扎哈呀，大龙没了，打条水龙吧。哎呦我，这来个水龙龙魂，我就无敌了。快点来打个水龙龙魂，我们直接无敌了。
来这儿，来这儿，他们指定得过来。我先嘲讽一手小黄毛在这里啊。好，龙魂拿下，可以干了这波。这马尔扎哈可挺烦人的，我操！兄弟们救一下，兄弟们，兄弟们救一下！拿下！已经不用我们了。我把这鞋换水银。我把这鞋给他换成水银，不行，这马尔扎哈每次都打我，我有点受不了。来，一速流偷家去，你不扯淡的吗？那不整没了吗？这吧？那不行，那王八退塔太慢了。来呀，我们水龙龙魂加我双吸血。你咋的，你家是不是少个人？我记得你家那人不搁下路呢吗？我吹冲。我节减速，王大宝，王大宝，我赶紧跑得掉小黄毛。还有水银解慢了，或者解快了呀？这没有人杀小黄毛吗？日女肯定是必死啊。我们刷小黄毛，没点血。拆家吧！你要跟我们比拆家呀？拆！还要跟我们比偷家？